巴掌仙子出院过年，医院约定和他结婚喜酒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再吹，掌声鼓励。去年六月，在彰化基督教医院出生的巴掌仙子小云，经过半年的照料，体重从出生时480克，长到现在的3800克。院方昨天特别举办感恩会，庆祝小云终于可以回家过年，让小云的妈妈非常感动。小云的妈妈当初怀了3胞胎，怕早产要减胎，还差点牺牲了小云。他听到要减胎是他的时候，他的那个体重就赶快趴得比那两个还要快，后来就减了另外一个小朋友。肚中的两个胎儿却又发生状况，那母亲合并感染，所以没有办法继续安胎。那所以事实上，母女都冒着极大的风险，包括医疗团队冒着极大的风险产下这个孩子。也很感谢他的姐姐，他感染了，他应该也知道说这个妹妹要留下来，所以。如今小云健康出院，院方也来个甜蜜约定。长大了说，哎，到时候结婚的时候还可以再当他喜酒，谢谢。动新闻祝小云健康长大，报道。